设阿尔法贝塔为方程式的两根，则阿尔法加贝塔等于多少？我们就先将方程式解出来。我们令 log 二的 x 等于 t， 所以会变成 t 减掉 log 三 log x 二等于二，所以变成 t 减掉 t 分之三等于二。那两边同乘 t， 所以变 t 平方减二 t 减三等于零，因式分解 t 减三 t 加一等于零，所以可以得到 t 等于三，或者是 t 等于负一。好，那 t 等于 log 二 s， 所以 log 二 s 会等于三，或者是 log 二 s 等于负一，所以可以得到 s 等于二的三次方八，或者是二的负一次方二分之一。那阿尔法加贝塔就等于八加二分之一等于二分之十七，答案选第四个。